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神话模组哈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依旧是没有办法召唤出我们的四圣兽哈，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。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该试的东西全部都试过了，结果还是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说呢，我决定今天我们要放下手边的工作台，我们要去哪边呢？我们要去外面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好了，因为呢，我觉得我们这几集全部都是在玩工作台，好，我们应该试着要稍微往外走了。然后呢，就在老头还没有录影之前呢，在外面这个算是游荡的途中啊，我发现了一个很恐怖的东西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装这个神话模组的时候，是有遇到碳龟啊，神话碳龟比较大只的那一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这次可遇到的就不太一样了。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好不好？我必须要先找一下啊，这个有点远啊，我想一下方位哈。这老头是稍微有点路痴啊，应该是这个方向没有问题，应该是这个方向，还是这个方向啊？好，这个方向不管了，反正呢，它很明显呐、啊。为什么这里的泡泡这么大、啊？这个底层的这个泡泡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第一次看到哎，好酷哦！我被掉水里啊？不会、欸，我可以往下游。哇，好，这只阿根廷呢，水陆两栖的，好，终于明白它好用之处在哪了。好，除了这样之外，还水陆两栖，啊，太棒了！好，这是一般的锯齿鲨跟精英的锯齿鲨，啊，看见了没有？啊，你啊喂，看着鬼哦！啊，各位兄弟们没有看错，它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它是鳄鱼 ，EMPEROR，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总而言之呢，它好像是可以驯服的。然后呢，它的驯服的材料有饲料是剑龙蛋，但是它没有说明啊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吃肉，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好不好？非常的凶残，它的血呢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亿，总共一亿八。我想对它先射一下这个麻醉枪哦。啊！What the hell？ OK， 我们又回来了哈。这家伙呢，真是太扯了。他会神圣彗星反射啊。那如果我用我的阿根廷去攻击呢，会怎样？有点不太敢攻击耶。我怕我会不会直接被反死啊？看他还蛮嚣张的样子啊，而且我的血量，我这一次的血量多少啊？45万。我想偷咬他看看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因为他上面写野生基本上应该是可以驯服的。有咬到吗？没有。哦，咬一下零滴啊，零滴啊，看见了没有？零滴啊！他会想要攻击我吗？他想攻击我可是他咬不到，跟巴西一样。这家伙零滴是要怎么打啊？巨大鳄鱼啊、哦，很恐怖的巨大鳄鱼。好，再试一发。就 ，Hello， 远远的，哎，不要闪过了。果然是反伤21亿。我现在在哪里？哎呦，什么东西爆了？怎么居然会有普罗米啊？那个暴龙哥也出现了，我随机重生的也太远了吧？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应该先自杀。哇，这樱花好漂亮啊！这里哪时候长樱花啦？这么美啊！我觉得我要过去自杀，让他杀了我好了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需要你们大力帮忙，轻轻的咬我一下就好了，快点，我想要回去。拜托了，那只帝王暴龙居然就这样离开我了。帝王暴龙大哥，
我在这里啊。他跑去哪里了？哇塞！啊，这只猛犸象我知道，普罗米的普罗米猛犸象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是神话的猛犸象啊！哎呀，好恐怖哦！这只 ，Hello， 被烦死了。我们看一下、哦，熟悉一下攻击。哦，不知道是多少滴血，看不清楚。击剑伤害比较低啊，好，一开始好像在丢弹珠一样。好，他在哪里？找到他在那里。我们把血条再拉长一下看一下好了。我记得他是一亿多，是不是？这家伙是不是一亿多、啊？管他了，直接扒一扒就知道了。你给我过来哦，你给我过来哦，单挑哦。哎呦哎呀，哎呦哎。一招他就死了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啊，你死了之后有给什么吗？你什么都没给我啊！等一下，好像说好掉，只是我没看见。他滑到水里死掉，是不是？我们去水里看一下好了。包包在哪里？包包咧 ？Hello， 你们看到那种巨大鳄鱼死掉没给东西的、啊，太小气了吧？哇，死掉不给包包，这种情形，哇，是哪一个？在水里游太快了啦，我完全找不到啊！走开走开，哦，伤害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走开哦！走开啊！不要逼我暴走、哦。嗯，结果我们这边又一只。啊，看来这里超多这种类似这种恐龙哎、欸。来来来，这次我要选择在陆地上把它解决掉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陆地上把它解决掉。我们先回家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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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它放在这边好了，等一下再飞。好。我们这次选择在陆地上把它解决掉，以防万一不要出现这种问题。我们那只很屌的嘞，炫炮龙去哪里了？啊，在我们旁边，抱歉。来，炫炮龙上，把它给杀了。啊，应该是这个点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哦，它现在在陆地上了，趁它还没有下海之前把它杀了。你给我过来！好、哦，解决了，一下就死了。有没有掉东西？哎、欸，什么都没有哎、欸，他没有背包篮。这家伙并不是拿来杀的吗？这家伙并不是拿来杀吗？我想拍一张照片。好，让我拍一下好了。帅，讨伐大成功，赞。好，我们记录一下。呵呵。结果他咬死根本不给包包啊，那这用意在哪里？驯服他？哇，直接穿下去也是怎样？只是打爽的吗？啊，我也不能驯服他啊！你看咬死他也没给东西啊，这也太难过了吧！这么强大的神话生物居然没东西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算了，我们去找猛犸象好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找到他了哈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前面也有，不过前面这一只应该是，这只也是神话的，不过这只是可以抓的吧？血这么少，好，那这一只的话呢？这只21等，他会反伤嘛？没有错嘛？啊，我认为，我觉得我先放个传送门好了，以防万一。然后我们这个就打。大象哦，象打错没关系，暂时做个记录。好，我们去做个普通攻击一下，先存档，做个普通攻击看有没有反应。好的，他很生气，他貌似很生气，所以到底有没有让他造成晕眩呢？答案是没有的，零。
啊，他的晕眩值零，说他怎么驯服？我靠近他，他会不会伤害我啊？还是说他要用移动喂食的方式 ？Hello， 他没有说移动喂食什么了。有啦，将食物放到最右边来驯养啊。所以说他要吃什么？该不会是吃这个吧？恐龙的食物？你要跟我开玩笑吗？材料这么多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到底是新更新出来的东西还是怎样啊？刚刚老头呢委托了我们的哥们啊，他稍微呢，运输了一堆材料过来给我，非常感谢这位哥们的帮助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些哥们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来稍微试一试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亦或者这是我们模组造出来的啊？因为老头有装新模组啦，所以说这可能是新模组的东西啊，亦或可能也不是。好不好？我们好奇，我们来做，做一下就没了。我们没有那个兽皮，哎，我们兽皮这里可多的了，别紧张，兽皮有一万个，我们可以现场做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永远做不完。好，我们再回去刚刚那个地方，大象，我们来看看。他到底是不是吃这颗？花了这么多时间，来看你到底吃不吃？而且他好像可以自己使用，在哪里啊？哇，在我们这边那么靠近啊！你吃吗？哎，看来你是不吃的。你到底吃什么？你到底吃什么？我们的望远镜罩啊，它是有显示的，但是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I don't know 吗？不知道的意思吗？他到底吃什么东西啊？我们里面这些东西该做的都做了，而且他又不是属于普罗米那个类型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想不出他到底吃什么嘞。这样给你吃肉吗？你该不会是肉食性的吧？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。我这里有肉啊，来啊，你要吃肉，给你吃肉，快吃快吃。啊，看也不是，可恶。该不会是吃这个吧？会不会是吃这个？我们带一半走好了。还是他说吃这个？算了，有的都带看看好了。跟这个神话相关的，我全部都带看看好了。再没有我也就没办法啦，我就哭给你看了，好不好？哥就哭给你看了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来了。再回去看一下，我天啊！来，我来了，就这一次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再不行，我要把你给杀了。来，你吃这个吗？哦，他居然吃这个 ！Oh my god， 也太令人意外了吧？好吧。最起码我已经驯服他了。哦吼吼吼！哦吼！哦吼！神攻击！哦，破坏时光2亿多，2亿多的伤害。C 键，阿娘喂！哇，我的 K 是干嘛？这什么东西？鱼雷吗？哇，可以连发欸，我超强。我真的超强的，呜！而且范围超远的，这代表说那只鳄鱼也可以驯服了哦。哎呦，不错哦，敲一下2亿3，啊，2亿3是吧？不知，哇，为什么打他就88000而已啊？差这么多啊！我靠，这也太扯了，这真的很扯。比扯铃还扯！哎，那边有一只哎，哇，那这样子我可以抓好多只啊！那遇到的话就爽翻了。Hello， 一个人吗？哎，居然喷不死啊！哦，可以互敲，可以互敲，这个很强。嫩，他死了，一样是没掉东西吗？我看一下。
没错，他们身上一样东西都没有，只能变成材料。啊，这个南方巨兽龙也没屁用了，也是一招秒。我靠！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阿龟好了。我们之前有一集有遇到阿龟，对不对？阿龟应该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来驯服，太棒了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的四圣兽到底要怎么召唤，还是非常的遗憾呐、啊，好不好？算了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先到这里了哈。至少我们有收获嘛，成功的驯服这一只好煞气的猛犸象哦，超大只的。哎，我要飞上去看一下，让你们看看它长什么样子。根本是波斯湾战象嘛，超强的哦，波士顿战象啦、啊，波斯湾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内容差不多到这里为止啦，啊、哦，那个我们下一集再想办法研究，看有没有办法召唤四圣兽吧。如果知道的人呢，也请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啊，那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神话模组再见了，拜拜。